陈松伶是港台的一个女星，曾在香港娱乐圈中地位很高，甚至可以说是宠儿。在事业最红的时候，她的唱片达到了刚发行就被销售一空的局面，走在街上一定会被粉丝认出。她参演的所有电视剧收视率也是很高的。陈松伶和经纪人的关系特别好，生活上经纪人也给她提供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帮助。但是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经纪人会在最后的关头背叛陈松伶，他转移了陈松伶的所有财产，在陈松伶最苦难的时候把他扫地出门。身无分文的他失去了全部的身家，就连自己的房子也被经纪人无情地霸占了。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，陈松伶在感情上收获了自己的真爱，她嫁给了小八岁的丈夫张泽。现在的她已经48岁了，但是也失去了生育能力。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